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期视频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来吃泰国餐。也许你有来吃过，今天我们就在这边享用我们晚餐。OK，Let's go。餐我们已经点了，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这里，不晓得这里的食物变得怎么样。不过很明显呢，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的这个他们的巴萨，所以看到很多人，尤其是异族来这边吃晚餐，所以我们也抽一下热闹过来吃一下晚餐，因为我的爱人他突然间想吃泰国餐。所以做了很多的选择，想了又想，也最后决定在这边吃。